现在还是持续的有。因为我们有十个结拜的，我们因为去学院小朝包，所以我们有个群组，所以有的时候会上去。这一阵子又我自己的事情比较多，比较没跟他联络。可是我们每次如果在群组里面都讲音乐的事情，他听到什么好听的歌，他师姐我跟你讲什么，赶快听，我就赶快听，然后我就赶快回应他。我们完全就是在音乐上交流，对。所以他会持续分享好听的歌。如果我跟他分享，他一定会跟我分享。对啊。就他听到什么好听的就告诉我。那你会关心他的心情吗？因为其实我听他讲话就可以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听人家讲话就可以知道他心情好不好。其实我觉得他不错，蛮平稳的。对，我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对，因为大家都很期望他。谢谢大家，每次都会跟他传电话，我会转告他。我们群组上。对啊，可是当我有很急的事情想请教他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会接的，因为他很 nice。对，我们十个人感情很好。十个人，现在其他也都在线上。对啊，像朱文豪、朱德刚，还有郭志杰，那个是台北曲艺团，曲艺团以前的前团长。好像郭哥现在已经下任了。然后还有李佳琪，李佳琪是巨校，现在已经是第八交流了。对，我们是因为宣慰侨胞嘛。对啊，才会认识。然后是淑媛，我们现在常常联络啊。他只要一回台湾，我们定居在一起。然后有时候会一起去看，如果大哥有大哥中国好有表演，我们就一起去看。然后看完了一起吃饭，但很开心。好 ，OK。好，差不多。我告诉新龙你的关系。对啊，因为大家希望他的幸福。好，我告诉你。